他在 barbecue， 他嘴巴在什么？嘴巴很清楚啊，一直干。然后没有跟一样，他正在吃饭，因为我们吃饱了换他吃，所以边边都是被他吃掉的。对啊，你等一下，我照树叶给你看，树叶全部都吃掉了。哇，嘴巴蛮大的。一直在吃啊。他一直在吃啊。夸张。哦，你注意看，树叶都被他砍光了，这边还有小吃的哈。还有一只。说你要换吗？用这样换。来，换手就。他不理我了，他好听啊。哦，跑掉啊。要掉，让他换一根。换一根就好。你看，你注意看，它刮的不吃嘞，它很挑食。你看这边躲一只啊，这边一只啊，啊这边躲到一只啊。它是专门吃这个树啊？对，全部都吃林丛树叶。你看那个树叶全部像丢糖一样那样，丢糖啊，但菜很有糖的，叫菜也有那个虫那种。因为我讲国语吼，讲国语比较不会临场。很多，其实搞不好两三以前我们讲台语，你们真的听不懂，真的。因为福建的腔啊，不够重的。这么看袂啊？这台语安怎讲？啊，台语哦，啊，这哪大腔啊？不是啦，这糖安怎讲？台语。竹节虫的台语要怎讲？啊，嘛是竹节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嘛是讲过了，你死嘞！这是这边的特产的。没了，都不能吃啦。我说只有在这边产吗？哎，只有这一段还有，等一下梅花鹿眼睛那一段，其他区没有。不是说有林头树叶才有，不是哦，只有这一段好奇怪。哦。啊，台湾也有这个吗？肯定。肯定有，肯定的品种比较小。哦。啊，这个白天看得到吗？白天不容易。哦。它很像跟梅花鹿一样夜行间的动物。哦。跟白天看得到，我就白天带你们来就好了。啊。啊，又不用要赶着 barbecue， 又赶着来看这个啊。因为白天看不到啦。哦。看得到，白天哦，山也要爬不起来，要带你们来看。你看，全部林头树叶都吃光光，你看，哇，两只，哇塞，年纪大概多只呢？多一只还多只？差不多，哇，差不多啊。你看它屁股会喷香水哦，你注意看哦。啊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掉下来，不要掉下来。它屁股会喷，已经喷完了啦，没有啊？没有，它刚刚应该有人摸它，已经喷完了。那这一只嘞？那边有两只哎。上一批已经摸过了，这边还有一只呢，这边又一只呢，哎，两只啊，那边有两只。它在喷什么？喷的那个波尔的味道。哦，真的会啊？真的呀。没有毒？没有，有毒就不会带你们看了，有毒看了危险了。老板，这个跟超高不一样吗？啊？超高？无同。超高是蚱蜢嘛？哎，这无同啊。那种叫做蚱蜢嘛，蚱蜢对，两只，这边有一蚱蜢，因为这都无那种产能哦，介少。两只。你我们田里面所看的全部都是鹿巢哈，因为早期绿岛人全部都是靠养梅花鹿为生。为什么绿岛岛上有山上有梅花鹿？那个是社区发展协会，三个社区给它放野生的。总共放三四百只，现在差不多突破到快要五千多只，应该不止，应该是不止安尼济。然后他等一下，我们左边那边有一个收容所，可是还没有开放抓。你觉得公的有办法交回去吗？不可能，公的价格比较好，你的没人要。啊，咱这梅花鹿。母的没人要。没事啊，我一点都不会，两三个家。太亮了。
那是人家送的啦。我那可直接去抓那个。来来来，哇，今天比较大只嘞。它应该有那个控制量。爬走它爬走。两只哎，连两只。对啊。真的。它这样就是在睡觉，你看很乖啊，太可爱了。他在睡觉，缩起来。刚好在那个水沟那里。那只哦。应该用两只给他打架看看。他会打架、哦。乖，大只哦，不理你。怎么不过来？乖、欸，啊，那边打架了。那只，我要给他。妈妈哎。我们到现在不知道母的是哪一只呢、欸？大只不好分辨哟。哎，因为每一只都一样啊，你看。每一只都不一样。一定要给你交配下来。耶、yeah, ，去打那一只啊！给你不要，他可能知道他地盘吧？快，去打！有去打！来了、欸、你怎么做？他跑哎！啊，两只打架！两只打架，不要上来了！怎么逃哎？我给你交配给你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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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！啊，马达，他们有地域性。来，点头给你，点头一下。真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他一定要吸，没有吸住就掉下来了。摸进来了。走啦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。哇，那我中间的瓶上来了。